大家早晨啦，我是空气先生啊。今日是2020年6月13日星期六，气温是28至33度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，部分时间天晴。昨日有一单本地确诊个案，社交距离八人同行，今日是第37日。许智峰在铜锣湾被捕双手，被反绑押上警车。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在铜锣湾被捕，晚上近九时，他双手被反绑索带，由警员押上警车。数百人晚上在铜锣湾东国道一带高叫口号，举起反修例横额。大批防暴警员到场驱散市民，多次举起蓝旗，并制服多人。有警员冲前到希慎广场外，将一名男子压在地上，将他制服。警方亦在瑞光百货外拉起封锁线，截查至少20人，检查随身物品。警方表示，晚上约八时，有人群在铜锣湾一带叫嚣及集结，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下进行未经批准集结的相关罪行以及限聚令。警方警告参与者立即停止集结及离开。警方正在现场加强巡逻及截查可疑人士，如有任何人以身试法，警方必定果断执法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呢个环节系估歌仔。如果你估中跟住落嚟嗰首歌嘅歌名嘅话咧，你可以喺下边留言话俾我听嘅。我会今日下昼咧喺 Facebook 嗰度开估嘅。